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向往爱情？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怀念友情？有没有一首歌总能唤起你的记忆？有没有一首歌曾伴你成长？经典总能温暖人心，快乐就叫纵情歌唱。我们邀您一起重温经典旋律，唱响回声嘹亮。宝的，俺是他媳妇儿，宝宝，好，平时我是这样叫他的。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是他媳妇儿，我交了一回朋友，我没有亲过妹妹的嘴。就下来，我喜欢。在云之南，呼吸的方向，双手赞成，我把它让给你了。天下的姐妹。男人们都回家吧。阿尔法是我的亲弟弟，对的，表二叔的。又是一个夏天，阳光依旧灿烂，在那片金色沙滩上，史上最不搭调的二人组合。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特别想学这个舞蹈，哎，你什么意思啊你？摇摆摇摆，摇摆摇摆，那也热情的动作情怀。带上你的梦想，一路的歌唱，唱出心中美丽的向往。有请。回声嘹亮主持人李思思、尼古海奇。重温时代经典，唱响回声嘹亮。亲爱的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的回声嘹亮。大家好，我是李思思，你们好吗？欢迎各位，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要感谢所有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如既往对于回声嘹亮的支持，也希望大家在每周六晚上的7:30准时锁定综艺频道，关注回声嘹亮。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天王表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如果您热爱唱歌，热爱我们这方舞台，那么我们欢迎您来到回声嘹亮，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希望这方舞台能成为您梦想开启的地方。没错，今天我们请来回声嘹亮现场的两组嘉宾啊，首先上场的这组实在是太厉害了，可以说他们的歌声那才叫嘹亮到了大江南北大街小巷，我保证他们的歌您都会唱。来，掌声有请凤凰传奇。对呀，对摇摆。
叶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怎不醉去洒开，我怎不醉去撒野，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是下面一位嘉宾，嗯，哎呀，他真的是好多观众心中的一块宝。没错，俗话说得好，山西有四宝。那不对吧？山西三宝，老陈醋，还有面食，煤，那四宝是？孤陋寡闻了，你不是？山西现在真有四宝，而且它不光是山西的宝，是全国人民的宝。大家说那宝是谁呀？来，掌声有请阿宝。大家好，我是阿宝。其实我非常期待这期节目。其实我来过星光大道，什么星光大道？我来过黑山亮很多次了，但这期节目是我最期待的，因为跟我最好的朋友凤凰传奇，而且这期节目我是传承这节目的人之一。我跟阿宝两个人在星光大道的那个2005年的年度总决赛的时候，我俩住了一个月时间。对，我俩是同一间房，在一个房间里面，所以说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关系有多好。我变成他的特务了，我专门试探所有人的这个军情。对对对，就是为了什么结果、啊？他那个时候最怕遇到渣约。
然后就派我去经营。他说兄弟你帮我去试探一下，我一进去一看，我回来我说阿宝啊，人家请了20个助演了，阿宝真是坐不住了，就住在房子里面就开始啊，这怎么办，真有这么办，这怎么办了。有，同时你对阿宝的行踪也是了如指掌啊。对对 对, 对，看一下这三位当年的造型，我觉得阿宝一直是保持、这个、现在没怎么变。凤凰传奇变化实在太大了，尤其是曾毅头发都长出来了，曾毅墨镜也摘了。不，曾毅的玲花当年最大特点是头上三根野鸡毛。曾毅是三件宝，三件宝，什么宝？光头、墨镜、黑手套。黑手套。哦，哎，那你们总结了吗？阿宝有什么宝啊？阿宝的宝就是阿宝说，哎呀，我以后演出我得穿时尚一点，我必须得穿牛仔裤戴前襟帽，是绝对他好不喜欢自己穿成这样的，因为他好喜欢穿唱流行歌嘛，唱流行歌也很好，英文歌也很好，对，他觉得他穿成这样，觉得流行就觉得好像流行不起来，所以他把这个白马甲换成了黑马甲。哦，但是还戴了一个戴雷帽，没有，因为那个形象根深蒂固了。后来我唱什么流行歌曲，别人都说一股黄土味儿，就有一些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了，你想改变都难。与其改变，不如就保持下去。哎，我说到星光大道，我记得好像隐约当中记得在节目里面，我记得毕老师好像记得阿宝的名字，不太记得凤凰传奇的名字。这个一想起来是比较伤心的一件事。所以现在有仇的报仇啊。不是，因为我是第一期的。毕老爷呢特别喜欢他的声音，而且他就觉得阿宝这个嗓音真是独特的不得了，而且他很喜欢，就喜欢跟他在一起搭戏，或者是一起两个人我唱一句他也唱，这就很有气氛。完了每次一到阿宝的时候，就两个人在舞台上热闹的不得了。完了一到报我们组合的时候，就毕老师就说，哎，下面一个节目那个组合，哎，那叫什么组合来着？等一下提示。哎，我就在那个场口那里，你知道吗？我说凤凰传奇啊。啊，对对对，哎，下面一个节目《凤凰传奇》就是。刘花那嗓子，其实我第一次听她嗓子，大家可如果现在大家熟了，如果第一次听她唱歌，大家觉得有些人觉得不是很舒服，因为她那个磁性有点沙哑。我一笑，我有一个笑话是真实，我经历过的。她模仿很像，很像。那年在意大利的时候，他们也不是很刚刚出道，不是很红的时候，完了她在意大利在唱歌，在那场子里面唱歌领队。第一次听他俩唱歌，刚听两句回头跟我们说完了，这女的完了，声带小结。哎，他不是说你模仿他很像吗？我模仿他倒不像。来唱试一下呗。不，我唱不是这个味儿了。你唱一个阿宝的味儿也行。我在阳光，我在阳光月亮之上，月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昨天与往上，我要和你重逢在苍茫的路上，生命已被牵引潮落潮往，有你的远方就是天堂。哦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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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我的心上留下来。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怎么样？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很欢乐吧？我们请到了阿宝呀、凤凰传奇呀，光临我们现场。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因为他们大伙儿实在太熟悉了，我们又想奉献给大家一些惊喜，所以我们煞费苦心，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呢，将会让他们重新组合、重新搭配，全新的方式亮相在我们回声嘹亮的舞台上。您就请好了吧。就拆散他们呗，我觉得这真的是个很好的主意。你看凤凰传奇搭档十几年了，你看我看你，难免有些腻歪。而且这个阿宝啊，他一个人在台上唱歌也十几年了，难免有些孤单。对，所以不如我们让他们重新排列组合，看看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首先有请阿宝和他的新搭档。有请。哥哥你都是靠，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那哥哥的手，送个送到大门口。哥哥我出场了，小妹妹我有些话留，走路那个走大汉路。
看着怎么演啊？今天我是春花。春花，春天改春花了。对，今天你扮演的是阿宝的。俺是他媳妇儿。啊，你是他媳妇儿。哎呀，一看原配的，你们家就你管钱，你好的都穿自个儿身上，给阿宝穿粗布衣服。俺老公能挣钱了。能挣钱，而且也舍得把自己媳妇儿带过来给大家面前亮亮相啊。平时他都不让俺出来的，他这次说让上北京来那个见见世面，说北京这个。老大老大了，我就来了。你在北，你在家都干嘛呀？你在村里。他平时就让我放羊、洗衣服、种地、摘菜。家里活都你干呀？对呀。那他干嘛呢？他就在北京吗？啊。闯荡啊。嗯。你对他放心不？有那么多美女，他身边像林花这样的。确实不放心，因为他在俺们村是。最帅的，谁给你编的词儿了？这都是。那你们俩赶快编一下爱情宣言呗。来，宝宝，你宝宝，好，平时我是这样叫他的。嗯，宝宝，你说一下爱情宣言，表个态。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笑一笑，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哟喂，这俩够肉麻的啊！哎，那阿宝平时放羊的时候会带你一块出去吗？啊，会呀会呀，我是拉拉队嘛。他平时一般都是那个赶羊放羊的时候，他都是这个非常的帅气。那就唱首放羊歌吧。好啊好啊。他平时也唱这种放羊歌啊？啊对呀、啊，他一般这个放完羊之后，羊都疯了。而且那个放羊的时候要有拉拉队。我唱放羊歌，你们两个跳舞。我怕羊没疯，我疯了。真的会的，来吧，我们试试看吧。有没有掌声？哎呀，你们放羊还要掌声啊？第一次到北京，你还真是挺能放得开的啊！来，预备，开始。阿宝哥，放羊喽！留下来。如果刚打开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一看，还以为春天真的是阿宝的，我们要澄清一下啊，这是新搭档。对，没错，我搭档已经刚刚跟我说了半天，是他媳妇儿。我说了，林花都相信了。哎，到底是不是阿宝的？我说阿宝又什么时候换了一个？哦，说那说换了一个，就说明其实还有一个是吗？我不知道啊。哦，这个是换了。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公布最终的正确答案，大家敬请期待啊！哎，我以为他俩真的好上了。嗯。而且我觉得
春花啊，演的真像。我以前以为他俩也是一对儿，真的。你看，我们这期节目做的多有价值，澄清了多少千古谜案。因为当时他们在那个星光大道的那么火，后来我也去参加了，我就是看完他俩那个特别和谐、特好，我就去了。我以为上那儿都能找到老公，现在他去你带去了。好多人都以为他俩是一对儿，他俩骗了不少人呢。对，哎，你们挺会转移话题啊，让人家说你们俩，你们俩开始说别人了。今天我俩就是。经常说的说的我就掉进去了。来，咱来点评一下这对组合的表现。阿宝，咱二宝，阿宝，咱俩住了一个月。哎，不是二宝，是阿宝。阿宝，二宝是我哥。我说阿宝，我说咱俩住了一个月，我教了你一个月舞蹈，你到今天你还跳成这个样子，你还好意思说呢？我上回跳的是舞蹈，不是我们全村人都笑掉牙了。就是曾毅辅导的是吧？不是，我那个舞蹈，说句实话，我跳的实在我太难看了吧。后来他教的我播出以后，死活不承认。后来这是不敢承认了。一会儿有机会会让二位好好。但是今天我看到阿宝有进步，他十字步会跳了，扭秧歌会，特别协调哈，特别协调，扭得非常好。以前他扭的，你就看他就不协调。人是这个手这个脚，他就肯定是两个手顺从手，我他一唱歌两个手可脚就顺了，他就是天生的、就是。我就是这样的人，真的不协调，一唱歌就顺拐了。哎，我觉得这个跟他在家里种地干活有关系。干活就是同手同脚吗？对呀、啊啊，没错。哦、哎，你别说，他挺会替阿宝着吧的，这样好不好？所以说呢，总结过来以后，阿宝，你找了一个跟我一样找了一个好搭档，谢谢，恭喜你。曾毅，这样，你看阿宝找了个好搭档，但是舞蹈方面你还真得帮忙。1 2 3 4，还有个转身呢，3还没到呢，着急干嘛呀？你这都没学会了吧？来，1 2 5 6 7 8，1 2 3 4，还可以。2 3 4，转圈，3 4，转圈，3 4。哎，你永远是有一个这个对。你这么练是简单。一唱全忘了。开唱啊！哇哇耶呀嘿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I love you twice. 留下来。留下来，我喜欢。怎么感觉那么像小狗熊跳舞啊？其实我觉得阿宝哥跳得很好的。有情人眼里出西施嘛？因为我这个秧歌步也是跟他学的。真的不愧是情哥哥、情妹妹。这样吧，跳舞咱不是那么在行，唱歌咱挺棒的呀。也是唱上咱内蒙的一首塞曲儿。歌词特别好。一听这歌词你一定会记住，为你跑成罗圈腿，这不是小尼吗？你老说我呀，腿都能并拢。挺直的，我还没抱他已经把腿并住了。我们家天天练来着。来，我们有请二位为我们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
之前是设计过的吗？就是刚才阿宝带着你就走到他们俩面前，这完全没有，没有。你是什么用意呢？你这我看他俩那个笑，那种笑是不怀好意的，我很气愤，我是抗议去了。没有没有，我是笑在哪里呢？阿宝是一个特别正经的人，结果他今天在舞台上要亲人家春花，我吓死我了。没有亲。那你为什么？我哪句里面有一句歌词是交了一回朋友没有亲过妹妹的嘴，我俩排了一下就演一下这个。你怎么演的？演一下，来，预备起。哎呀，这还不是亲吗？假装他也是，你在台下肯配合，到现在怎么又假装不知道了？不是，这有灯光什么的闪了，显得他的嘴好大。你俩的问题啊，一会儿下去私下好好解决一下，让他们尽情的笑，一会儿该整他们俩了啊。对对啊，我们就你走着瞧，看好戏。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要特别感谢阿宝今天找来的新搭档春天。嗯，也要再次强调一下，只是搭档而已。为了感谢春天来到我们现场，我们要送给春天一份礼物。阿宝送上吧，这是一块青铜表，虽然我们合作只是第一次，但是我想希望你留下来，送你三个字，留下来。你又留下来，全场知道这三个字了。再次谢谢春天。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才呢是阿宝带着他的新搭档春天亮相我们回声聊聊，接下来凤凰传奇又要以什么样的形式亮相在我们的舞台上呢？思思，有这样一位女子，她今天就是专门来拆散凤凰传奇的。怎么这么有本事？他究竟是谁？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徐千雅。千雅你好，天天 好，来，千雅赶紧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嗯，回声聊聊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千雅。嗯，好温柔哦。来说说你今天来到回声聊聊真正的目的吧，是不是像我刚才说的，是为了拆散凤凰传奇？拆散只是一个话题而已，对。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真的是认识特别好、特别久的好朋友了，莲花邓毅，真的从。深圳走过来到现在，今天你准备跟玲花还是曾毅组合一下？
准备把谁带走？这有点得罪人哈、啊。咱俩商量一下好不好，令花？咱俩先来，咱俩先。我把台让给你。你确定让给我哈？我跟你讲、啊。必须的，必须的。你俩别到时候关上门回家去吵去，我跟你说。我换了，我找他了。不、啊，不行不行，我不要。哎呀。哎。完了，我推销不出去我自己。该你们不，他太高了。哎，后面还有吗？还有谁呀、啊？等一下，林花，你真的没意见吗？我双手甩你了。妈呀，曾毅的心拔凉拔凉的，双手赞成，心都碎了。那我们就先请千雅和曾毅合作一下。哎，我其实特期待，是吗？哎，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两个选的歌是哪个歌哈。因为《彩云之南》跟月亮之上》都是一个人写的，姐妹篇，同一个组。而且呢，我们那个时候给他。给月亮之上和彩云之南起了一个名字叫姐妹花。哦，姐妹歌曲，你那个渊源就姐妹篇，其实就是彩云之南这首歌是我跟我搭档林花凤凰传奇，我们两个人是垂涎三尺的一首歌。对，商量一下呗，你们俩合作一首什么歌？不能再是彩云之南吧？月亮之上嘛，当然是。那我们来听听彩云之南的姐姐月亮之上。月亮之上和千雅搭档月亮之上有什么感觉不同？有不同啊，跟千雅搭档我有压力啊，你得仰视，你得抬头看着他是吧？搭档就是我跟曾毅，我们两个一起唱已经唱习惯了哈，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在一起搭档的时候，我心里很美滋滋的。真的？因为这首歌太难唱了，千雅，我说你得好好唱，他把我这个更升华的演绎了，用他那种风格就是完全和我这个不一样。哎，我突然觉得，哎呦，以后我也要这样唱，我觉得我好喜欢这种感觉。我对千雅的了解就是那首《彩云之南》，而唱的非常细腻那种。还有那个坐着飞机到拉萨，坐什么飞机？坐着火车到拉萨。火车票不好买，但是今天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千雅，这首歌唱的真是非常有味，而且还有力度。我没想到你能唱到这个水平，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我很意外啊。我刚才没有要你搭档，有点后悔了。阿宝，谢谢。那如果问一下，是林花唱的好还是千雅唱的好？你会怎么回答呢？有思思，这不是我要问的，导演让问的啊。对对对，你来赶紧。阿宝回答啊，你唱的好。谁呀、啊？曾毅啊，曾毅跟我没关系，跟我没关系啊。总之是两个人有两个人不同的风格和个性。我在想，如果这一对姐妹花搭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状态？有，那就让男人们都回家吧。对，没别人什么事儿了。那这样好了，林花可以走上舞台，跟姐妹一起唱响一首歌吗？嗨，
觉得我们这种创意真的是变化无限。接下来还有千变万化的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呢哈，来马上看一看阿宝的新搭档又会是谁？有请。小小少年，很少烦恼，眼望四周阳光照。小小少年，很少烦恼，但愿永远这样好。一年一年世界飞奔，小小少年在长高，随着年龄有所变大，他的烦恼增加了。一年一年世界飞奔，小小少年在长高，随着年龄有所变大。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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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我们俩聊起来了。老乡也是位维吾尔族的优秀的，现在可以是一个小伙子了。所以我就说嘛，小尼为了我们这期节目也是煞费苦心，把自己的亲弟弟都请来了。你们俩长得好像啊！大家，我们是亲戚，真有血缘关系。跟大家透露一下，说实话，阿尔法是我的亲弟弟，对的表二叔的那个，后来我们俩研究了一下，我们因为经常会在节目当中啊会碰到，很多人都说我们俩怎么长得那么像，是后来我们就自己真的跟家里人去询问了一下，发现果真有一些亲戚关系，远亲，怪不得，所以他才这么优秀啊。哎呀，我也是啊。哎，我觉得阿尔法真的长大了。咱俩好像也是，哎，我们俩差太远了，差的有点远，太远。嗯，阿尔法还是问候一下大伙儿吧，好久没见着你了。大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永远快乐。嗯，长大了。对，我得和曾毅哥哥和那个莲花姐姐拥个抱。哎呀，太乖了，这孩子。专门去跟凤凰传奇拥抱。就看见了他的童年。是看着他长大的，以及我是看他从五六岁有看着他长大的。我就和凤凰传奇哥哥他们就是一起比的。这个我有发言权，因为什么？阿尔法虽然年龄小，但是他是我们星光大道的元老，他是第一年的选手，而且在半决赛的时候跟凤凰传奇两个人竞争一个名额总决赛，而且竞争的非常激烈。比赛比的一半就到不到十点钟，睡着了，因为我比赛很晚嘛。对，他妈妈抱着他就睡着了。哦，哎，我说这小孩怎么了？是他在太累了睡着了。哦，完了到他的时候，他妈妈再把他叫醒，他在台上。到最后确实是你跟这个凤凰传奇在 PK， 最后一关吧，就是最后一关，是我们俩。宣布星光大道第一年的年度总决赛的第一天的胜出者是一号凤凰传奇。哭了吗？有对对对，玲花都哭了，我觉得我玲花为什么哭了啊？最后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姐姐真的不好意思，我说比完赛姐姐一定给你买个玩具汽车，结果没想到再过几年一看这孩子这么大了。不是，他说给我送汽车，结果呢没送，然后剧组给我送来着，然后我一下台剧组给我拿走了。到最后还是没得到。现在你可以给我买一个大汽车了。可以买个真汽车了。现在要买，他现在等，哎，等你十八了啊，可以考驾照。不能等了，为什么没法等，等
今天录完节目就去买辆车。他还小，他才读初中嘛，这么早给买汽车不行的。没事，我可以留下你，我可以留下三轮车。哎，放心吧，阿姨，等你18岁成年生日那天，一定给你买个奥拓。说好了，记住了。哎呀，这话我们可记着，大伙儿都替阿尔法记着啊。啊，记着记着。哎，我说的是奥拓，因为我的能力我要强调你们。我们听凤凰传奇说了阿尔法长大的这个蜕变的过程啊，我特别想问问阿尔法眼中这可以说8年了吧？对，八年了。你觉得他们最大的变化在哪儿？从你身边的阿宝哥哥开始。阿宝哥呢是越来越型男了。型男了啊，这个这已经说到他心坎里去了。是吧？这孩子真听话，你给他买车吧。啊，对，曾毅哥哥呢是越来越有男人味了，真的。谢谢，谢谢。嗯，莲花姐，你是越来越胖了。啊，该减肥了。好几个人都这样说我，我真的胖了，尤其是回家这段时间过完年放松吃完10天以后，我感到我立马长了5斤肉。嗯，我这个节目完了我就开始减肥。阿凡，你自己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你自己？我的变化应该是长大了。嗯，然后我也有新搭档了。啊，新的组合。刚才吧，你们两个人的这个歌挺好听的，但我觉得没有充分体现阿尔法的才华。没错，载歌载舞，能歌善舞是阿尔法擅长的。要不然来首歌，我唱他跳。不，要么就一块唱一块跳。我跳舞不行啊，曾毅没教这个。他跳舞真是太烂了。这你也知道是吧？这我真的知道。出名了，没法跳舞。真的没法跳舞。哎、那我不管，反正、哦、是你越说没法，我越跳跳跳。好，给我看看了。那是一个夏天，阳光的灿烂，在那片金色沙滩上，我们许下诺言，我们唱起看海，也爱跳恰恰，没有人不羡慕我们拥有的青春年华。我经常靠近你，悄悄地告诉你，在我的心中你是最美丽的 star。 爱的扣吧，青春可巴纳，今夜有风儿轻声唱，爱的扣吧，青春可巴纳，拥有你是我最美丽的神话。爱的扣吧，我 fell in love。 又是一个夏天，阳光依旧灿烂，在那片金色沙滩上，你再也不会出现，我多么怀念你羞涩的脸，黑暗的暮色里有你，像那闪亮一盏灯。我多想靠近你，悄悄地告诉你，在我的心中你是最美丽的 star。 爱的扣吧，青春可巴纳，今夜有风儿对我轻声唱，爱的扣吧，青春可巴纳，拥有你是我最生活。爱的扣吧， I lost my love。 这还能唱下去呢？哎、怎么还出事了呢？没有，这个你问编舞啊，曾毅编的不好的呀。曾毅编的舞怎么哪儿都有你啊。我的舞蹈是莲花姐给我拍的。哎呦、啊、我觉得可以给他们两个颁一个奖，史上最不搭调的二人组合。哎呀，我觉得刚才也不知道是谁把谁带沟里了，反正这一段表演呢就是集幽默滑稽音乐歌唱于一体的混合性搞笑综合表演艺术形式。没错，其实阿尔法除了唱歌除了跳舞之外还有太多太多的才华，我觉得应该好好的表现一下。阿尔法赶紧，难得的机会。那我就模仿阿宝哥吧。这样吧，阿宝，你站阿尔法边上，你就按你正常演出的状态唱啊，我们看看像不像。 来预备起。沙大大的那个开花药，花个呀呀，最后一句啊，
你们俩这是要立定跳远的是吧？就是准备了半天还是这样。阿宝哥就是这样，反正脚是这样。哦，以后我们看阿宝唱歌可以总结一下。但是我觉得阿尔法不要没事模仿阿宝，你这舞步会退步的。你模仿点更出色的，你还能模仿一个特别拿手的。最强啊，对。那是真的能。唱一首整一首歌吧。我们给他伴上吧，伴上就更像了，对，好不好？行，那我穿衣服。好。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我虽然欢喜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真心喜欢我。喜欢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我虽然欢喜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真心喜欢我，真心喜欢我。在这里呢，也特别感谢阿尔法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要送给你一份礼物。好，来，天王表就摆在这里，看他怎么拿啊。哇！你快给啊，不能抢啊！哎呦，是有点不服，但必须得给。实在是太棒了，谢谢阿尔法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希望你经常来到回声嘹亮来做客。好嘞好嘞，我们一直关注你的成长，好吗？好的，再次谢谢小尼的表弟阿尔法。拉芬霍香森，哎呀，拜拜。你们俩好歹有点血缘关系，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对啊，我怎么比他出色这么多呢？看人走了。好了，阿宝的新搭档阿尔法真的是带给我们很多的惊喜，尤其是模仿费翔那种感觉哈，仅次于我呀。比你还是好一点点的。接下来要凤凰传奇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这个演绎了，我不知道他们俩又会派出谁出马和什么样的人搭档。反正派出来的这个人，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了解到，他确实是一个舞蹈教练啊，武林高手，看看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有请曾毅和他的搭档。
个舞蹈之后，阿宝有话要说。我特别想学这个舞蹈。你算了吧，你。那你要拿出3年的时间。玲花看完了这个曾毅的表演，觉得怎么样？自己的搭档。哎，我觉得哈，在这里这样的点评别人真舒服，我也可以在下面看着他这样下面表演，我觉得很爽。很爽。以后多有一些节目，他多唱一些，我可以多在这儿看一些，我觉得我好喜欢。感觉怎么样嘛？啊，特别棒，真帅。那必须，那是你的排舞老师啊。啊，对呀。大家可能有所不知，这个曾毅原来最早就是玲花的排舞舞蹈老师。对对对对，他是我音乐总监，对，舞蹈总监。刚才唱那个《天下姐妹》的，还有我们以前的同事呢。啊、哦，是吧？对呀、啊，跳舞的女孩子。那时候玲花算是其中天赋比较好的。其中的她不是天分最好的。她是嗓音最好的，她是嗓音最好的。我应该是比较中等吧。不是，据我所知，玲花是那群伴舞里面胃口最好的。哎，她是最调皮、最不听话、最不服管的吗？罚的款最多就是我吧。罚款？对，因为经常迟到嘛。对。迟到，迟到就有罚款，然后罚款完了，然后把那个钱拿去买水，对，都是跟经济挂钩的。你最多罚他多少钱、啊？最多罚500。哟，哎呀，那个时候是挺大的一笔。迟到了，哎呦，急了，你知道吗？哎，你什么意思啊你？我一天工资都没500，你扣了500，把第二天的都扣了，那今天不用上班了呗，走了。就走了，还来脾气了你。真是，但是严师出高徒啊！之后我们看到了这个凤凰传奇在其中加入了很多舞蹈，你们春晚上那首歌《中国味道》对，有好多就是。摇摆摇摆那种动作哈，对对对，那就是舞蹈，我就是所有的伴舞，他们这样跳，我们是现场到了以后说要配合一下，我说那跳什么动作，他们跳2遍，1、2、3，我们看2遍就会了。其实你知道为什么看2遍就会，就是因为很多的舞蹈动作都是结合你们歌曲的动律编排的，对对对对对，而且特别简单，对对 对，这也就是为什么凤凰传奇的很多歌都被在用在了广场舞之上，对对 对，嗯，所以说你就算没有去演唱会的现场。哪怕你去任何一个城市的广场上，跟那些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听着凤凰传奇的歌，也能一起舞动起来、互动起来。对对对对对。嗯，那我索性我们今天就把我们的舞台作为一个小小的广场，让大家都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好不好？好啊，但是呢，这个就得要邀请了一位专业人士。哦。得要邀请的我的那我跟我搭档玲花的这个体能教练。今天。对，哪来了？来了吗？来，有请王广成。欢迎，欢迎王教练。大家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等一会儿能邀请我们现场的，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一块来试一试。我们从简单开始，一步一步的，好不好？王教练，可以可以。那接下来，王教练，请您给我们进行一个指导。好，那么第一个动作很简单，向你的一侧走4步。5、6、7，走4步，1、2，点地，5、6，反方向，1、2，反刺，5、6，反方向，1、2、3、4，5、6，阿宝你学得真快，1、2、3，有进步，5、6，非常好。好，第二个动作 V 字步，然后晃晃你的手，扭扭你的腰啊，预备 V 字步，一，现场的观众朋友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啊，尤其是手臂动作大家可以，1、2、3，加快，1、2、3、4，1、2、3、4，1、2，挥挥手，1、2、3、4，1、2、3、4，1、2、3、4，1、2、3、4，可以吗？就完了？没有，这是第二个动作。好，第三个动作很简单啊，腿分开。到这儿已经有点难了啊，来，上，收。前收，绕一绕，打开，加开一点啊！来，备走，上收，前收，绕绕开，最美的云彩。然后新疆舞绕手臂，1、2、3、4，5、6，恰恰恰，1、2、3、4，5、6，向前走，1、2，拍手，1、2，反方向。上收前收绕绕开向下绕手臂反方向1、2注意笑容5、6向前走1、2、3嘿1、2、3嘿 OK 好像挺简单的阿宝你学会了吗学得很好啊没关系您在王教练身后加油阿宝
先让他们动起来，拍拍手，嘿。真的，你最后还摆个造型，你刚跳的什么样大家都看在眼里了，大家觉得阿宝跳的怎么样？好，很好啊。而且我觉得王广成真的很棒，他真的是一个可以燃烧所有人激情的人，他是第一个把中国广场舞带到美国的人，现在美国的朋友也经常在闲暇的时候在广场上跳起最炫民族风，绝对的，有是不是？绝对。所以我们也希望哈，有更多的朋友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开始喜欢广场舞，并且喜欢伴着凤凰传奇的歌跳起广场舞，我们也希望健康能够陪伴在每一个朋友的身边。不断的变换搭
档，可以说带给我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相信会带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我也在想，这么多个组合方式，小宁你个人最喜欢哪一个？没有最喜欢，只有更喜欢，因为他们真的是一个比一个出彩。但是你刚才说话的时候，我想起来一件事儿啊，就是我记得其实阿宝是有搭档的，他不是孤身一人。哦，你说的是那个姑娘，嗓音也特别好听。那我们别着急，赶快有请他们出场，他们就是我口中的那个保龄球组合。来，我们有请阿宝、东林。真的是精彩纷呈，因为凤凰传奇阿宝用全新的方式独特的演绎呈现在我们回声嘹亮的舞台上。接下来到了嘉宾歌曲推荐的环节了，马上请出凤凰传奇。心就落在我身旁，萤火虫点。
为我们推荐歌曲。来请。星光照耀谁的脸庞，也曾年少有太多过往，轻轻亮的月光落在我肩膀，轻轻的草原我可爱的家乡，美丽的绽放温暖的阳光，多少人都向往的地方，曾走过多少希望多少的彷徨，美好的愿望要展翅飞翔，带上你的梦想，一路的歌唱，唱出心中美丽的向往，满山遍野的牛羊歌声多嘹亮，神奇的雄鹰在天边翱翔，大步就向前方，一路的歌唱，美丽的绽放，温暖的阳光，温暖的阳光，多少人都向往的地方，曾走过多少希望，多少的彷徨，美好的愿望要展翅飞翔，大步就向前方，一路的歌唱，抛开迷茫勇敢的去闯，骏马飞驰在前方，等待你去闯，带上你的梦想，一路的歌唱，唱出心中思念的家乡，满山遍野的牛羊，弯弯的月亮，神奇的雄鹰在天边翱翔，大步就向前方，一路的歌唱，请把你的微笑留下。真的是有点舍不得和大伙说再见，因为我们这期节目啊，请到了凤凰传奇还有阿宝，我觉得我们这期节目做得很欢乐。没错，他们俩现在还跳着舞呢。谢谢所有观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要特别感谢天王表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记得我们的口号吗？重温时代经典，唱响回声嘹亮。观众朋友们，再见。再见，留下来。谢谢。Thank you.